啊，那有什么屁用？就是防寒啊。我又然后可以防 PM2.5 啊。啊，我不开窗户，那就没用了。开窗，你就是开窗户，又通风又不会有灰尘进来啊。那有没有隔音纱窗？可以用纱窗通风又隔音？有，它会附赠你两个耳塞，然后把耳朵塞住，然后就打开就可以了。这么棒。对呀、啊。